Hello， 大家好，我是温世凯，欢迎来到我家厨房。那我想说，因为防疫期间呢，大家一定跟我一样很想出门，但是又不能出门，怎么办呢？不能用行动的去旅行，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来一趟味蕾的旅行吧。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欢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但是每次在旅行的时候，除了好吃、好玩、看好文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有的时候啊。我就是喜欢把人家东西给偷回来。当然，我所谓的偷什么？偷一手啊？什么偷一手呢？我想去学做料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出门去旅行的话，我们就来看味蕾的旅行吧。那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啪！有没有看到我身上穿的亮晶晶、bling bling 的这个是什么？菲律宾。那我非常的喜欢菲律宾，但是很多朋友们会问我说，当初你会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会到菲律宾去玩呢？那其实对我来讲，我个人有个小小的癖好，那个癖好叫什么？我收集火山。不晓得你喜欢的这个旅行的，对你来讲，你个人的嗜好是什么？我呢，喜欢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很特殊的火山，但是有一座火山，这座火山呢，它让我等了15年，足足等了15年，我才去到，那个就是什么马龙火山。而且没有想到啊，世界各地的火山，我去年后最后才发现，当然就在哪里，就在菲律宾，而且就离我们台湾非常的近而已。而且呢，你知道吗？那一座火山之所以神奇，是因为。第一个，它是全世界最完美圆锥形的一个火山，而且呢，它还是活火山啊。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它是活火山，所以说很多的时间，这个要人品好才能够看得到。那我必须承认，我们去的那一天呢，其实呢，这个云雾缭绕啊，就发现说啊，怎么办？特地跑来等了好久，结果就想说，怎么他都躲在云雾后面里面不出来？那这时候觉得有点小小的失望在那边。正等我们慢慢的走到外面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一件事，天空开始起了变化哦，而且这个变化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看我看你一眼，然后觉得说，走吧，我觉得我们有机会看到哦。所以我们两个一点头就跑回去，就在稻田的正前面，就在那边等。就没有多久，你就看到，哇，云整个就散开了，就看到非常漂亮的马龙火山就在我们的正前方。哇，这时候不得不说，自己的人品实在是太爆发了，而且。不单是第一天等到，从那一天开始，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棒的火山，所以那时候觉得哇，心满意足了。不过除了火山以外，到了 Bico 这个地方呢，你知道吗？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美食也很棒，而且我吃到一道菜，那道料理叫做 Pico Express， 而且这个 Pico Express， 哇，吃完以后就觉得说不行。以我的个性，一定要想办法去给他学回来，所以只好找了当地的朋友跟他讲说，可不可以学啊？他说很简单啊，很方便啊，就他就教了我，教了一会以后，我就把他带回到台湾来了。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想念菲律宾，但是又还不能出门，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做一趟味蕾的旅行，来我家，我呢做 Pico Express， 带大家去哪里玩？去。菲律宾玩，那究竟难不难做呢？其实很简单，跟着我做就可以了，来吧。好，现在呢，我们把刚刚的食材已经处理好了。有没有看到我的猪肉呢？把它带皮切成一砖一砖的一种感觉，然后旁边的这个我们的青辣椒呢，还有红辣椒。那青辣椒呢，比较切的是斜切，切的大块的一些。然后呢，红辣椒呢，因为带辣，所以呢要切的细一些。然后在旁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椰奶，随时都准备好2罐，而且椰奶的待会。有个小 pebble 在料理的时候会特别跟大家讲说，两罐要怎么样来放置。那旁边你可以看到我的姜，还有我的大蒜，我会把它剁成末，然后把洋葱呢，就把它只要斜切，把它给切成丝就可以了，但是不用到非常细的哈，因为它煮化了就 OK 了。好，那我们的整个的食材的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待会我们马上就要来做我们的 pico express。然后我们放了这个大概是2汤匙左右的一个油，然后去热油一下。那接下来呢，马上呢，我们先下我们的蒜末、姜，好，火气爆香它。
就是记得这个火不要太大，很焦了。等到香气出来差不多的时候，听到滋滋滋的声音吗？我们就可以把洋葱放进来。洋葱呢，最主要呢是要让它炒软，让它带一点化的那种口感。那到最后它不会吃到嘴里面，其实是没什么感觉的。它不像我们一般所吃到的那洋葱会带那种坏的那种口感在里面。在这道菜里面，它是要化的。哇，你的香气已经出来了。目前为止，你会觉得它的那个香气跟整个感觉，跟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做的料理，这个差不多，还没有到菲律宾感觉。感觉我们飞机啊，不过刚刚起飞而已，还在空中盘旋，还没有到达菲律宾的领空，所以菲律宾的味道还没有浮现。好，你会看到我们的洋葱的颜色已经开始变软了，而且呈现半透明的一个状况了啊，这就表示已经差不多。但是记得那个火候要控制，就是那个大蒜千万不可以把它焦掉啊。这时候呢，再把我们的这个刚刚的三层肉五花肉给它放进来。菲律宾朋友他们非常喜欢吃一个带猪皮的口感，因为他觉得猪皮的胶质也比较好。那吃起来呢，你会发现到说，特别是三层肉，而且它有胶原蛋白，然后有瘦肉的一个部分，再加上皮，它的层次来讲就是三层的一个层次，再加上其他的佐料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哇，它整个的口感跟我们平常很多人会害怕，因为健康的关系说猪皮不要吃啦，或者是觉得它的口感带硬一些，就不喜欢就把它去掉。我跟你讲，那种做出来的那种成绩，它就是不太一样。而且菲律宾朋友很有趣哦，他曾经跟我讲，他说做菲律宾菜千万不要太精致，太精致你就少了菲律宾的那个比较有那种原始这个大自然呼喊的感觉在那边。然后我们把猪肉变颜色以后，记得它要带一点点有那种好像上那个焦香的感觉，有没有上色的啊？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东西要来了，它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菲律宾虾酱。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它一放下去以后，只要味道一出现，一炒起来，哇，你觉得你已经抵达了马尼拉的这个机场的机门了。但是只是过海关而已还没有过关哦。哇，你看那个虾酱的香气真的不太一样。平常我自己很喜欢做菜，是因为我很享受做菜的过程，特别是你会发现到说，那每一个东西放进去，然后它们起那个化学作用，产生出来的味道，而且很有趣在那边。而且虾酱这种东西，就跟我们一般的豆瓣酱一样，你一定要煸过煸香了以后，那个香气才会出来。有没有看到？好，这时候我们已经抵达菲律宾了。但是我们要到 Pico 去，所以要花点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放的是什么？就是黑胡椒。然后呢，把红色的辣椒放进来，辣的部分。但是呢，绿色的我们只放了一半。为什么呢？待会你就知道了
看到整个颜色非常的漂亮，这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搭上了火车，准备要前往我们地口这个地方。好怀念哦。而且地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它的这个地域还蛮大的，包含好几个地方，所以呢它有路上的一个火山很漂亮的，它还有好几个很棒的特色。那我们卖个关子，待会再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我们先把一罐的椰奶倒进来，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整个感觉，它就是菲律宾东南亚的料理。那这个时候，因为这一道菜它要去慢慢的去煨它，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再等了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哈、哦。那这时候呢，你可以用中火或者是关小火，让它更久一些，其实它味道更进去会更好。好嘞。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第一罐的这个椰奶放下去的时候呢，它开始呈现那个炖煮的时间长了以后，大概10分钟以后，它开始呈现有点这个流水分离的啦，这个状况就表示差不多了。但是呢，哎，还没有完成哦，因为什么？我们要放第二罐，而且第二罐再放下去的时候呢，再花个5分钟或者是10分钟，用小火去慢炖煮，让它整个味道可以进到肉里面，哇，那吃起来真的是超下饭的。那这个呢，哇，第二次的炖煮，你发现到说整个的那个椰奶也已经呈现了有一点点流水分离，它就表示已经差不多。但是记得你在炖煮的期间哦，一定要时不时的给它翻动、搅动一下你的粘锅。还有一件事，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差不多要起锅了，那这时候要做什么动作呢？那很简单，一定要尝一尝味道，尝尝看它的味道是怎么样，因为每个人喜好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要觉得太咸，或者是太甜，或者是不够甜、不够咸、不够辣，而你要上桌之前还可以做最后的一个调整。哇哇，我觉得我已经到了不可了，马龙火那个火山已经在我的面前了。那刚刚我们说过，我们的最后的这个青色的辣椒呢，我们留一半，留一半做什么呢？最后才放。最后才放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颜色会变得非常的漂亮，就不会一下煮了以后跟椰奶整个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就跑掉了。所以这是最后我们要放的一个颜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跟刚刚我们煮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啊。有没有看到？哇，整个的感觉太棒了。好，我们就马上要来准备起锅。但是如果呢，你可以的话，我会建议说，时间还可以再放一点点，让我们的这个青色的辣椒再给它煮一下下，那口感会更好。好，我们准备好我们的菲律宾美食已经完成了。看看这个香气，不得了！可是我跟你讲，做完料理会有一种成就感。这是我觉得好佩服自己。所以呢，下次可以跟我一样，如果喜欢的话，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的时候呢，不妨也可以学一手，把他们当地的一个美食给带回来。而且你会发现，台湾真的非常的方便，我们很多的地方要找这些食材，是随时都可以找得到。为你呈现 Pico Express 菲律宾知名美食。Hello, moment of the truth， 这是什么？见证时刻来了。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的这就是味蕾的旅行，我的菲律宾美食 Pico Express。不过呢，刚刚看到了，我对自己的菜是非常有自信的，但是我说的算不算呢？
有的石头是不太算的。那这时候我们要找一个见证者，谁来见证呢？很简单，今天我们找一个全台湾最了解菲律宾美食的人。这个人是谁？他就是我菲律宾旅游局的处长 Dr. Hassan 海瑟博士。Hello， hey, how are you？Yes, welcome to my home. Thank you so much for a warm welcome. Today we are making the pickle express. So I invite you coming over here. Be a judge. Oh. Yeah. I love it. Because my pressure is authentic now. Okay. Yeah,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As you are the one in the Taiwan, I think who know the pickle express the best, right? Yes. So that's right.Yeah, it's actually okay, but be careful what you're saying. Okay. Very honest, no?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菲律宾旅游局的这个处长，这个我们的海瑟博士来到我们的这个我家了啊，来尝尝看我所做的这个菲律宾美食，可不是可是那到底到底好不好吃呢？上。Wow. Wow. So what do you think? It looks so authentic. Really? The look. Hey, 他说非常非常的道地的感觉哇，是看起来了哈。Let's just the look, right? What about the smell? Let me help. Yeah, of course. Smells so good, right? So good. Yeah, I'm so confident. Yeah. So good. Yeah. Trust me. I want to try this. You want to try it? Yeah. Are you sure? Okay. 好，来，我们马上来准备一下我们的这个。海瑟博士来尝尝看我们的，哇、wow, ，Pickle Express， That's so much， It's okay， So I'll be finishing everything， Oh don't worry about it， Okay， Moment of truth， Yes， The moment of truth， Let me try it， Maybe this is okay， This is really hot。我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菲律宾朋友我都不知道了、哦、特别是他是处长、哦、不晓得他会说什么样的感觉。Okay, let me try it. Okay. Is it good? Yeah. Are you sure? Really? Exactly. Wow, so spicy, huh? Yeah, so spicy. Yeah, because the pickle is supposed to be the spicy, right? Yes.、有点辣，我蛮讶异的，因为我觉得还好，但是对菲律宾人来讲应该是，我真的 really？ Yeah, 他说非常的道理，他说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说是真的。Let me ask you. Okay. I believe because you prepared this, so this must be your favorite, one of your favorite dishes. It's not one of my favorite. It's a number one. Wow, really?、Mm-hmm. So you've been doing this for several years, or yes?、Bu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went to the Philippines? Last time I went to the Philippines last year. Yeah. Well, actually this year I do have a plan to go to the Philippines, but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hat happened right now. Yeah. Because he asked me, "We, 我们什么时候去嘛？"因为上次呢，老师说了，我本来是今年二月我要去菲律宾潜水的，但是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只能待在家里，透过胃来呼吸。Sorry about that. But it's okay, right? Because in my kitchen, in my table, I still get in trouble with my palate. Exactly. It's the purpose actually that, you know, this tim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mm-hmm.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now are、venturing into, you know, eating some Filipino food,、mm-hmm.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other countries. So it's actually our goal to be able to、promote our Filipino food.Oh, very good. 那我跟大家讲说，如果你们想要去菲律宾旅游的话，真的要准备好，因为呢，我们台湾防疫做得很好，那菲律宾防疫现在也做得不错，很快的，只要我们一解禁之后，马上我们就可以到菲律宾去旅游了。那到菲律宾去旅游，要吃美食的话，有什么选择呢？相信我，第一个选择是什么 ？Pickle Express 啦，啊，但是 Pickle Express 我比较好奇的，我来问问看我们的海瑟博士啊，走。So you know what? Because、for me, because I went to supermarket,、I just wondering because all my friends tell me that because that area is called Pickle area.
right? It's a province. So, it's a region, actually. Yeah, so this dish originally is from there. But why the name is called the Bicol Express? But actually, there are so many claims that Bicol Express not from Bicol. Really? Yes, that's what they say. But it's a Bicol Express. Yes, exactly. See, you wear the Bicol. Of course, I'm proud. Yeah. I'm proud of this destination. Mm-hmm. Although I'm not from Bicol, but you know, this is part of one of our best destin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Mm-hmm. But then, you know, Bicol Express actually, I don't think it's so familiar, but according to some of the, there's a debate actually. There's a debate whether Bicol Express originated from Bicol or from Manila. Because we have this, you know, I don't know during what time, what century it was that. Bicol Express, because of the train, you know, from Manila to Naga, we usually, before there was no flight. So we use the train going from Manila to Bicol. Mm-hmm. And the name is Bicol Express. So I think they coined this word, they coined this recipe or this cuisine from the train. But then, of course, you know, we give respect to Bicol. Yes. That this particular food is from Bicol. 这都是啊，台湾也是嘛。我们很多的这个料理，你也发现到每个地方都有，然后每个地方都说这个道菜呢是从我家开始，这道菜是从我住的地方开始，这道菜是从这个城市开始，每天都在争说，哎，这道菜究竟是从哪里开始？那当然呢，这道菜在我们的菲律宾来讲呢，其实有很多说法，有人说是从哪里开始，有人说是从这个 Bicol 开始，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为什么叫 Bicol Express？ 因为那个火车啊，也就是说从马尼拉你坐火车到我们 Bicol 去的时候，对不对？那台火车它的名字就叫做 Bicol Express， 但是跟这道菜有什么关系呢？我个人所知道的话，就是因为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便当。I think because when I went there, people told me that you know, actually the Bicol Express is because of, yes, you are right. It's you know with the story actually with the train together, it's called, it's like a takeaway, it's easy. So people cook it in the train station with the rice and together. So, like a pot lunch. Yeah, so you can you can bring this one, you know, to the train. Yeah, like a to-go. Right. 这个就跟我们的火车便当其实是有点像的啦。那其实呢，这个叫做 Bicol Express， 其实是那个火车的名字来的。不过说真的，非常好吃，而且very easy to make, right? You find it easy? To me, it's easy. It's good that you don't prepare this all the time. Oh, yeah. But also my family, every time we love it. But you know, also in Bicol, they have also lahing. There's so many good cuisine. So maybe next time, you should try lahing. 对，我跟你们讲，有机会一定要试试看。那个拉印跟我客家人的梅干扣肉实在太像了哦。但是呢，它那个拉印的叶子呢，它是用什么？用我们的那个芋头的叶子啊，非常的有趣在这边啊。But you know, the reason I went to the Bicol is because of my yolk, right? But I also heard about the Bicol is a very like a beautiful travel destination. And besides the Bajan, is there anything you can recommend?Actually, I will invite you to go to Bicol again. Really? Yeah. Because Bicol, there are so many attractions in Bicol. All the way from Naga going to, you know, Legazpi after Sorsogon. Sorsogon is a place for natural encounter for, how do you call it? Whale shark. So I think you're a diver. You should go there. Mm-hmm. Oh, it's wild.野生的金沙、那跟我们、一般大家熟悉的那个就在海岸边的那个金沙是不太一样的。哇、wow, 哦 ，I want to go. Yeah, maybe after you know after COVID crisis, we can go there together. Because it's nice. Of course. Yeah, after the diving, we can go there.Maybe you can cook there, so you can show your cooking prowess, you know, compare your skills over the typical, you know, the... I know, and also, maybe next time, I will not let in. So maybe invite you again, come to my house, you know, we can have the let in at home, okay? And we have also, you know, because what's actually the distinct about cuisines from Bicol, it's because of the cheese, you know? Oh? Yeah, this is actually quite... I remember. Really, because we have even, you know, we have even chili ice cream. Yeah. Is that the city called Api or something?
Abai, sorry. Abai, yeah, right? That's the chili, right? The city of the chili, right? 对，有一个叫 Abai 这个城市呢，我跟你讲，它最有名的就是辣椒。所以我刚刚说过呢，这一道菜它一定要带辣，那是因为呢，它的那个地方呢，他们种辣椒很有名，而且种辣椒有名最厉害的地方是，不单是这些所有的菜，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他们甚至连冰淇淋啊，冰淇淋 ice cream。Right? Okay, please. Okay, so anyway, okay. 那今天呢，非常的谢谢海瑟来见证我的菲律宾料理。不过我想说，真的很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菲律宾离我们台湾呢，非常的近，而且重点是呢，你知道菲律宾呢，不管是陆上的，还有我们的海底下的哈，都非常的好。欢迎大家等到我们这个防疫过去了以后，大家到菲律宾去玩哦。拜拜。